共读圣约翰福音，这是约翰所作的见证。犹太人自耶路撒冷来派了司祭和勒比人到那个门律师的店，约翰明明承认无后人，他说我不是弥赛亚。他们就问他，那么律师像律师厄利亚吗？他说我不是。律师那位谁在吗？他又回答我不是。他们就问他，你究竟是像何叫人和报告和派向人来解这个答案？你家己答你是像也行说我是到旷野来呼喊这个声，修得向主的道路，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，被派遣来的是法利赛人。他们又问，你既不是弥赛亚，又不是厄利亚，也不是哪位先知，那么你做你爱死罪？约翰回答说，我已罪死罪，但是您当徛的职位是您不识的。他到我之后而来，却我不配甲伊过伊个耳朵。就像是发生到约旦河对岸个伯达尼约翰死罪个地方，基督我们赞美了。各位兄弟姐妹啊，约翰这个人一直在他出世的时候啊，大家都很惊奇这个人家将来要做什么，也别是这个世纪也马里向老老人生孩子，他的出笔在外都很惊奇的，这个人 后来会变成做什么的人。所以之所以大家都拍他，了约翰大的时候，他没对亚伯，亚伯是一个司祭，本来他的对亚伯到这个圣代的服务，这个司祭的地位是尊贵的。但是约翰没对亚伯，约翰自己走去旷野来拜，宣告这个悔改的水来，了很多人也去听他，因为他佩服约翰伊个精神，所以人听伊个话，可以个悔改了个接受伊个水来。但是接触人来问耶路撒冷个人来问伊，你到底是伫点个时候？约翰家己真清楚，伊道你咪想到我是弥赛亚，我唔是；你阿咪答我是厄利亚，最终等来我唔是真好个古。古早的这个所在，我就是爱为这个耶稣而被这个道路，他被我之后来拉，但是我被他水，我给他过他的耳朵本未配。所以约翰自己很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，他的使命就是爱介绍耶稣主给大家来认识。所以约翰后来和这个希罗德王提示之后，其实很多人会记住他，人们拿着推这个中途大事录来搬，出去的教会来搬，很多人会记住这个约翰，但是人们会完全明白，要教这个圣约翰写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是自己说推他的字给人家很清楚，是约翰虽然是很尊贵的人，你们都很佩服他，他是很伟大，但是约翰不是弥赛亚，弥赛亚是在那里，就是耶稣主，你们要对他，你们要相信他。人今天的教育，人会明白，人知约翰是约翰，耶稣是耶稣，所以人要对的是耶稣，他的福音。约翰记了这条路，人要好好走这条路，来对耶稣听他的福音，实践耶稣主的福音。
感谢大家，天主祝福你。